大家注意看，这是一只猎豹引逗三只猎狗的场面。猎豹身体修长轻盈，不能与猎狗的身体有碰撞，只能通过灵活的跳跃用前肢掌击对手。伴随着嘶吼，他表现得无比勇猛和凶悍，对于送上门来的狗头毫不犹豫给出狠狠一掌。这里没有需要争抢的食物，双方为何如此剑拔弩张？正常情况下，猎豹根本不能和猎狗单打，更不用说是三只。猎豹之所以勇猛无畏，是因为它体内被注入一种激素，答案就在它的身后，母爱激素。这种激素适应于任何生命。面对孩子即将受到伤害时，母亲是什么心情？焦灼、愤怒、不顾一切。孩子们躲进了高高的草丛，母亲的英勇为他们赢得了时间。这一刻，猎狗们也有些恍惚，我们究竟在为何而战？猎豹拼命的架势让猎狗们有些发怵，一位柔弱的母亲毫不畏惧三名壮汉，这种力量让我们感动。猎狗们纷纷离去，孩子们安全了，感谢伟大的母亲。